种声音。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哈，在中国能够掌握这门乐器的人还不到十位，张老师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。那今天这个现场啊，让我们从来没有为难张老师哈。那这样，张老师，我说几句话，您来模仿一下。第一句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你们好。好，我们来第二句啊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那接下来呢，模仿个小动物的叫声吧。先来一个公鸡打鸣儿。刚好又有一张张可爱的笑脸。来，我们再来一个母鸡下蛋。京剧选段《苏三起解》，有请。